我唔歡迎你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 Roberto， 咁呢条片咧就会带大家游历好多澳门唔同嘅景点啊，因为咧疫情过咗咁耐咯，惊大家就嚟唔记得咗澳门系咩样，咁似乎唔记得咗去旅行嘅感觉啦。好，咁所以今日呢条片咧就准备帮大家搵翻呢个感觉，顺便咧带大家望望澳门而家系咩样啦。好，咁我哋而家就出发第一个景点 ，Go！ 咁我哋而家去大三巴啦，而家因为澳门旅游展啊，咁有好多唔同地方城市啊，就嚟咗澳门，咁有啲快闪表演，咁而家嚟到见到咧重庆嘅表演啦，咁我哋一齐望下系表演啲咩。 我頭先無端端亂入咗人哋個表演度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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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頭先你見到攞曬啲鑊啊出嚟，啊烤翼啊咁樣，都幾過癮嘅。喂，想介紹下大三巴噶嘛，都未介紹大三巴。大三巴咁就係一個燒咗教堂啦，咁就係澳門最出名嘅景點。趁呢段時間嚟啊，最好我自己一個擁抱大三巴。 咁我哋頭先由大三巴嗰度咧，一路行翻落去咧，咁啊嚟到噴水池。咁啊，大家見到呢區咧，所有建築都係一號葡式嘅建築啦。有你話頭先大三巴第一個地標，呢度第二個地標。 福林武林山大裂谷景区的文创产品，这是十二生肖的老虎，你们送给您。喂，咁我头先嚟到喷水池呢边咧，又见到重庆区嘅表演啦。哇，嗰个嘢真系超高音，佢好好中气啊！我发觉嗰啲民族歌手都系咁噶，佢哋嗌到好犀利。 因为佢哋，我听佢哋讲咧，佢话练习咧要嗌到对面山嗰人都听到咯。我 feel 到啊，先。系啊。咁我嚟到氹仔观日街啦。 咁呢度咧，我好中意嚟嘅，因為呢度好多嘢食，咁行上啲又可以去龍環圖揾啊，嗰邊咁樣，都算係澳門必去嘅地方啦，算係。咁似乎咧，我自己如果有朋友嚟澳門嘅城啦，我都會帶佢嚟觀日街啦。呢個街好過癮嘅，呢度好多嘢可以俾試食嘅，如果肚餓嘅話咧，基本上埋呢度試食。見你冇錢又想飽肚嘅話，可以行下呢度。係啦。 咁我哋行入到觀日街咧，入面咧其實嗰度有個亭嘅，咁呢個亭咧基本上有時有啲表演啊，或者有時有啲展覽啊，甚至乎有啲節日啊，都喺呢度擺啲市集啊咁樣嘅。早兩年咧都有時會呢度有做過啲快閃表演啊，咁就可能呢度啊，或者頭先嗰位唱歌咁樣啦。咁我哋見到重慶市旅遊局帶咗嚟一啲快閃表演啊。 咁大家見到今日呢條片咧，短短地去咗幾個澳門唔同嘅景點咧，都睇咗少少啊重慶一啲特色嘅文族表演啊。咁或者可能都撩起咗大家少少想去旅行嘅心情啊。如果大家真係想去旅行嘅話咧，咁不妨考慮下去重慶啊。咁應該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嚟啊。我自己未去過，不過希望我之後都會去下去玩下咁樣嘅。係啦，咁就下條片見，拜拜。 如果大家中意呢条片，欢迎俾个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 channel， 同埋记得揿埋个啷啷，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